你就只会说好吗？你让我说什么吗？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一点精神都没有。不要想太多了，什么事情都会过去的啊！我先走了啊。 吃点东西吧，放心，我会陪着你的。来，喝点粥。我不想吃，你让我安静一下。 老板，这个人是不是他们得罪你了？你对他们够好的了，我是见证人。你说，在一个女人的眼里，是生命重要，还是孩子重要，或者是容貌重要？可惜我不是女人。如果你是一个女人的话，只能在这三者中选其一，你会选什么？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生命，这就是男人和女人的不同。 男人是最现实的动物。如果在我的生命和你的生命只能留下一个的时候，我会选择让你留下。白老板，啊不，白一鸣，你太会说话了。你说甜言蜜语的时候，从来都不用打草稿。如果我换成是另外一个女人，一定会被你迷死。<笑>可惜的是，你不是另一个女人。 你砸我的车！你砸我车干什么？你砸我车干什么？你怎么回事你？你赔我钱！赶紧！放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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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打我们车干什么？ 谁都不敢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，只有你敢。你一定是个爱憎分明的人。他们都把我看成老板，只有你把我看成一个普通人。你答对了，你本来就是个普通人嘛。白先生，能请你跳个舞吗？你怎么来了？这儿是舞厅，我当然能在这儿了。金小姐。 暂时问你借一下，白先生，请吧。明天好像是你的生日，还记得去年生日是我为你过的，今年还是我来陪你过吧。不用麻烦了，我明天约了个老板，要谈合作的事儿。 你是不是有别的女人了？没有。你是不是看中了那个姓金的小骚货？当初他把海狮哄得团团转，成了海上花歌舞厅的台柱子，现在轮到你了，像个陀螺似的在他身边转来转去。丽娜，我们现在在跳舞，你能不能专心一点？ 艾姐，累不累啊？有点儿。水放好了，你先去洗洗，我让吴妈炖了核桃腰果汤，一会儿啊，给你端上来啊。艾姐，这些年我不在父母身边，多亏你照顾我，你就像我亲姐一样。一鸣，艾姐真的那么重要吗？当然了，这房子有艾姐在，我心里就踏实多了。 对了，一鸣，我有个请求。怎么那么客套？说吧。我有个孩子。啊？你什么时候有孩子的？啊，你误会了，是这样的。我有个远房表姐，是个苦命的女人。闲钱她嫁了一个丈夫，生了两个女儿。可这男人又赌又嫖的，最后进了局子。改嫁后。 跟第二个男人在生活上还算美满，过了不久，这男人又染上了毒瘾，把仅有的一点家当全给抽光了。前些日子，他又突然失踪了。几天以后，有人在苏州河沿岸发现了一具漂在河面上的尸体，他和这个男人又留下了一个3岁左右的女孩，她叫美美，是个聪明伶俐的孩子，我很喜欢。 再说了，他也无力孤身抚养这3个孩子，所以我就想着把他领到这儿来。安姐，你一个未婚女子领着一个孩子，一是不方便，其次，你就不怕别人再背后戳你脊梁骨吗？不怕，我不怕。我从小到大，一直生活在庄园里。 自我母亲去世以后，我就经常独自一人，听着寒风呼啸的声音，守着空荡荡的屋子。我何曾不想有个人在冬天里替我暖暖被子，能在柳树发芽的时候，跟我手拉着手。
去呼吸一下春天的气息。可你知道，我的心从小就被一个人给占据了。艾姐，我知道你苦，你的心不该被他占据的，你该找个好男人离开这儿，去寻找属于你自己的生活。不可能，我也不愿意，我宁愿一辈子活在这个虚幻里。啊，一鸣，你就答应我吧，我喜欢那个孩子。我们马上就要到家了，那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家。哎，记住了，要懂礼貌啊。家里啊有个叔叔，这个叔叔是这个家的主人。见了他，你肯定会喜欢他的。美美，你看看。这个就是我们的新家，怎么样？喜欢吗？啊？美美，你以后啊，就是这个庄园里的小公主了，知道吗？来，叫声妈妈。嗯，叫妈妈呀。妈妈。哎，真乖。玲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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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玲玲！这就是那个孩子吧？啊，快叫叔叔，叫叔叔。长得真漂亮。他现在还小，女大十八变，他会越变越漂亮的。来，叔叔抱抱。哎呀，这孩子有点怕生。他叫什么？他叫美美。美美。嗯，来，美美，叔叔陪你玩。一鸣啊，我从来没见过你这么喜欢孩子，你跟美美都玩疯了。我一见到美美啊，就特别喜欢她，感觉特别亲切。好像我们以前就认识，是吗？那是你老大不小了，想孩子了。不会吧，我还没想这些事儿呢。一鸣，你听我一句，你该结婚，该有自己的孩子了。艾姐，这些事儿你就别操心了。我操心也没用啊。一鸣，你这么喜欢美美，我很高兴。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见到美美就特别开心。也许我们庄园以前太冷清了吧。是啊。这么大的个庄园，空空荡荡的，你经常不在，是太冷清了。现在好了，有了孩子，有了笑声，我觉得暖暖的，很舒服，这才像个家嘛。一鸣啊，现在看起来你也真像个孩子。对了，妹妹啊，第一次见面，叔叔还没有给你买见面礼呢。说喜欢什么？哎呀，一鸣，他这么小的孩子，怎么能说得上来呢？不行，一定要买啊。
你看前面两车，别落下了。小姐，这怎么跟得上啊？少废话，快点跟上！好。谢宝，你觉得孤独吗？ 有时候会啊。你想要爱情吗？想啊，当然想要了。不过，我只想我想要的那种。我在上海滩那么多年，我经常会感到自己孤独。我都30了，有时候半夜醒来，我会觉得被窝冷，心也冷。但是我不想随便找女人，我一直在等让我心动的女人，我一定会对她好。 那你等到了吗？你明白的，就在眼前。说的夸张一点，我都等了1000年了。你说的话有点太俗太老套了，这都是别的男人说过10000次的话，你能不能说点新鲜的？什么算新鲜的？比如，你在给公司的下属们开会的时候，突然对我说：“喜宝，我要你嫁给我。” 不会吧？你喜欢这样？你别紧张，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，白老板。哎，叫我一鸣，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？生气了？不过，好吧，我就叫你一鸣吧。不过，我老是觉得叫你一鸣有点别扭。你说怎么办呢？ 喜宝，你只要把我想成可以亲近的人，你就会叫我一鸣了。亲近的人，不是靠想就能想得出来的。我想吃蛋糕。好，服务员，来份蛋糕。好的，马上就上来。喜宝，白老板，幸会啊。 蛋糕很快就会上来的，只要有钱，什么都能有。啊，丽娜，我正在谈事呢，要不您坐会儿。这位小姐就是昨天你和我说的要和你谈一个合作项目的老板吧？幸会呀，这位老板长得很像我以前的同事金喜宝吗？丽娜。 何必呢？啊，丽娜，听我说，听你说什么呀？你肉不肉麻？非要人家喊你一鸣？你是不是对每个女人都这么甜言蜜语的？白一鸣，你还是堂堂白氏贸易公司的老板呢？白老板，我还有点事儿，先走了，你慢慢吃吧。 丽娜小姐，你放心吧，我不会和你争白老板的。我有点事先告辞了，请你给我让个道吧。不要给你脸不要脸，请你给我让个道。白老板，哦不，一鸣，祝你生日快乐。 脸谱了，好看的脸谱啊！好看的脸谱啊！便宜啊！做工好又便宜啊！现在给孩子买一个啊！好看的脸谱啊！做工好又便宜啊！来，两个头版啊！现在来买一个啊！做工好又便宜的啊！脸谱啊！来，现在给孩子买一个吧！好，又便宜脸谱啊！两个头版啊！好，谢谢。 做工好又便宜啊！你看，谁来看你了？玲玲。
你把玲玲还给我。哦，我还给你买了样东西，你看。这个面罩虽然是有点假，我会亲手给你做一个，你戴上会很舒服的，啊。面罩。 收星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我能进来坐会儿吗？我是以朋友的身份来的，你总不见得连朋友都不欢迎吧？进来吧。哈，不愧是女人的房间啊，真干净。干净不干净，与男人女人没什么关系吧？哦，对不起，今天的生日晚宴给搅了。 还好有你陪着我，我就满足了。那个丽娜不可理喻，说你以前在歌舞厅抢了她的风头。是你对人家做了什么，没有把屁股擦干净吧？怎么能这么说呢？这是冤枉我。啊，对了，你不是需要钱救人吗？我好人做到底。没有钱是寸步难行的。我会还给你的。还也行，不还也行，我又不缺这些钱。 有借有还，再借不难呢。这个钱我一定会还给你的，我给你写个借条。那你要在借条上写“欠白一鸣生日一次”。你这个人呐，有时候还真挺逗的。你是在夸我吗？好像我从今天开始改邪归正了。一鸣，我从现在开始对你有了新的认识。好，总算叫我一鸣了。希望你会有源源不断的新认识。 那个丽娜，哎，停！这是你个人的私事，我从来不喜欢听别人的隐私。这些钱你先把医药费给交了，还有一些，我就直接交给房东大妈了。既然你不小心把人家房子给烧了，就该赔人家，这是天经地义。哦，这是他写的收条，你先拿着吧。 这些钱我是从海上花老板那儿借来的，等你有钱了，一定要还给他呀。一定还，一定还。房东大妈看到钱啊，眼泪都掉下来了。他以为你们不会还他钱了，现在突然看到这些钱，开心的都想跳楼了。他现在呀，把马塘弄的另一间房子整修出来了。他说你们尽管回去住，这是他的原话。也好，正想找一个落脚的地方了。 我跟房东大妈已经说好了，过些天我会买一些小家具先放着。西宝，你真好。哎呀，我不想听这些。走吧，我们进去看看茵茵吧。你是谁啊？玲玲，妈妈的好玲玲。玲玲。 她不是人类，她是巧巧。她不是巧巧。她真的是巧巧。巧巧是谁呀？好啊，你们几个联合起来骗我，你们肯定没安好心。玲玲，妈妈的好玲玲。大为，她现在这样，真够你受的。妈妈的好。不过。 我就喜欢你这样心地善良、对他不离不弃的。但是茵茵现在这个样子，应该带他去精神病院看看，查查有什么问题。啊！蹦！啊！蹦！蹦！蹦！神经病！进来！啊！进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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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 进来，大傻瓜！进来，进来，进来。
受了刺激，从刚才检查的情况来看，这情绪稳定下来以后啊，就会慢慢恢复，不需要住院治疗。啊，这多关心他，他会慢慢好起来的。只是你要知道，他现在啊是生活在另外的一个精神世界里，那就是面罩，面罩让他有安全感，让他看不到过去，看不到脸上的伤。 哎，同时呢，也让他忘记了身边的人，忘记了痛苦。那医生，我们该做点什么呢？这样吧，他喜欢玩，你呀就多花点时间，多陪陪他，让他在心理上、精神上得到温暖和满足。之后啊，他肯定就会康复。好，谢谢医生啊，就这样啊，谢谢啊。 这个好，这个也好，这个床也是新的，都是我弄的，我新弄的。来，你坐在这儿啊，瞧瞧，看不见，坐在这儿。好，我大为、玲玲、巧巧呢？怎么还少了一个巧巧啊？这不就是巧巧吗？ 胡说，这不是玲玲吗？放心啊，好，在这玩会儿啊，我让她休息。巧巧会找到的，白眼狼也会找到。你现在主要是休息啊，睡觉。睡觉？啊，好啊。那一天，我看到莲花开。 多么像十七岁时梦中的爱情，莲花只开放一次呀，爱情永远在远方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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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妈妈。 我是玲玲，巧巧，玲玲，妈妈唱的好不好啊？玲玲，妈妈，我是巧巧，玲玲，玲玲，我的好玲玲，妈妈再也不把你弄丢了。 我是巧巧，玲玲，你看到巧巧了吗？大为呢？大为去哪儿了？我得去找他。白眼狼呢？我还得去找白眼狼。妈妈，你不要走。别哭啊！你怎么老是哭啊？我要上街去找巧巧、大为还有白眼狼。 我把他们全找回来。妈妈，我是巧巧。你又胡说了，你明明就是玲玺。妈妈，不要走。莲花走进了我的梦想，让我自由的飞翔，的飞翔。 大为啊，现在天气凉了，你不要唱到大半夜的，赶紧回家吧。听到我唱歌了？听了，写的真好。这个曲子是从你心底流出来的，我刚才眼泪都掉下来了。有那么好吗？我只是用心写词、写歌、唱歌罢了。真的是很棒。我有个想法，把这首歌拿到海上花，让歌手唱，行吗？ 尽管的，这不是你的事儿吗？你说了算。那我们走吧。啊，走了。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？想说什么你就说出来吧。
我一看到你，我就想到我哥。我哥跟你一样，待人特别好。小时候，他总是带我到街上玩，买一种芝麻饼给我吃，他自己却不吃。那一年，霍乱的时候，夺去了他的生命。他已经死了整整五年了。每年清明，我都会到坟前去看他，也给他买一些芝麻饼。我会跟他说，这是妹妹买给你的，不用留给我吃了，你吃吧。前面到你家了，我就不送你，就送到这儿了啊。你不上去坐坐吗？不了，茵茵在家呢。那现在这种情况，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儿。她要走出去啊，那可能就会。谢谢，慢点啊，外父亲爱，我看你啊，摊上了茵茵，这一辈子都出不了头了。我是自愿的，我发过誓，要把他们母女俩养活，还要给乔乔看眼睛。你这样对茵茵，我觉得她应该知足了。这世界上的事，真是说不清楚。有时候我挺羡慕她的。一个女人落到现在这种地步，挺惨的。她吃了不少苦。是啊，是挺惨的。男人抛弃了她，脸又毁容了，一个女儿又走失了。对一个女人来说，实在是太惨了。但是，我觉得她挺幸福的。因为他有你这样一个男人照顾他，我觉得他实在太幸运了。怎么了，喜宝？今天这么多感慨。我只是想到什么说什么。你走吧，茵茵还在家里等着你呢。好，再见。我像不像陶大为啊？大为比你老多了，你太难看，贼眉鼠眼的。陶大为虽然眼睛小，但比你好看多了。嘿嘿，你想当陶大为，人家嫌你贼眉鼠眼呢。放屁！我贼眉鼠眼。我看你摘了面罩是个丑八怪。哼！丑八怪！把面罩还给我！丑八怪！欺负人呢！你是不是就是曹大为啊？这疯女人找你呢！你敢说她疯婆子？再说我撕烂你的嘴呀！哎，好啊！你们是强盗是吧？他刚才打我耳光，你现在要撕烂我的嘴？你当我们兄弟是吃素的？就是嘛！来，你撕！哎，你打我！好了好了，对不起，赶紧走吧！对不起，赶紧走！不好意思，好，算了，走吧，不要跟他一般见识。大为。他们都是混蛋，我们去找巧巧去吧。巧巧不是在家吗？你这个傻瓜，家里的那个是玲玲。不要，一鸣，你怎么现在才来啊？你带我回家好吗？
我们一起回家吧，大伟，你不要离开我。放心，没事啊。你发烧了，我给你熬了点姜汤，来，把它喝了。你想吃什么，我去给你做吧。 我要喝鱼汤，我要喝黑鱼汤。好，今天天晚了，明天我给你熬鱼汤，好吗？那先把喝这个，来吧，姜汤。卖鱼了啊，新鲜鱼。卖鱼了啊，新鲜的啊。黑鱼啊，多大的黑鱼啊？ 专门给你做的鱼汤，你不是要喝黑鱼的汤吗？我不喝，我不喝。这是我专门给你弄的，熬了很久。来，喝点。你想害死我？我不喝，我不喝。你是不是发烧发糊涂了？这鱼没毒的，不会害你。来，喝吧。白眼狼，你白眼狼，送我吃鱼，你想害死我？ 你想害死我，你就是想害死我。这个鱼不是白眼狼，是为你治病的。你喝了这个鱼汤，对你身体有好处，你病就好了。啊，来，我恨死你这个白眼狼了！我恨你，我恨你，我恨你！胡莺莺，你太欺负人了。大伟给你熬鱼汤，对你掏心掏肺的，你怎么可以这么对他呢？ 杀人了！杀人了！杀人了！别这么说，他在发烧，你别大伟，我看不下去了，我真的看不下去了。你看看我是谁啊？我不是白眼狼，我是大伟。别害怕，来，你给我，你摸摸，你看，你看，哎，哎。 我是大伟呀！你是大伟？是。 这个玉佩是个双鱼，把它破开以后呢，一个在玲玲那儿，一个在巧巧这儿。他一看到他呢，就想起那个白眼狼，说是白眼狼送给他的，就发飙。再加上他最近身体不好，在发烧嘛。
情绪很差。双鱼玉佩。是啊，这里边一定有个故事。其实茵茵是一个很痴情的女人。这女人呐，越痴情越遭罪。喂。我不知道怎么了，身体不太好，一点力气都没有。怎么了？生病了？我不知道，浑身无力，头疼的厉害，烧的厉害，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啊？那你在哪儿啊？我好不容易到楼下的公用电话亭打个电话，哎呦！你赶紧去医院呢！我一点力气都没有，怎么去医院呢？我让小山来接你。哎呀，我和高小山身份着呢。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呢？你来接我吧。你不用对我说话这么冷淡，毕竟我们还是朋友吧。你说过的，我们还是朋友，对不对？好吧，等着我。钱。哦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忘付钱了，来给。